对 ，OK。最精彩的就是要实地体验。那实地体验就是这个竹筏，我们会在巫溪，巫溪这条流域让他们去泛舟。那因为我们这几天的豪大雨，所以我们整个水道已经改道了。在改道的这个状况之下，我们要教导小朋友，当气象报告它有报导大水、豪雨，我们要远离溪流，我们不可以靠近河流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在河流旁边办活动，这个就是一个教育。